昨天晚上就收到2.4的更新，知道这一次最主要的更新就是出现了一个新的强化艇，叫做牛头怪机甲 （Minotaur Mech）。牛头怪机甲的蓝图在太空异常可以买得到，它还有一些相关的模组。另外一个新的东西叫做轨道强化艇巨像器，它最主要的目的是安装在货船上。让你可以在货船所处的那个星系随时召唤自己的强化艇。另外又出了一个小的装置，叫做电线隐藏装置，它最主要是让你把基地内的电线能够隐藏起来。先来安装电线隐藏装置，在背景的窗户外可以很明显看到一条蓝色的电线。接下来在货船上安装强化艇巨像器。接下来就是安装 Minotaur 的停泊湾。我怎么看都不像牛头怪啊，像是大猩猩。然后调整我的暗色底涂装。走路超级缓慢，而且不能快跑，只能飞。内部的视野非常的狭小，不喜欢。牛头怪单独走的时候还感觉蛮小只的，可是如果站在边上，按照比例来看，感觉还蛮大的，最起码有2、3个人身高。OK，就这样喽。